哈、啊，那么来咱个来甲咱看宝积经，这个宝积经佛陀是讲安尼吼，徛舍菩萨有四法，令各摩书何为为数？当不舍离菩提之心，无诸众生心无跨界，各自之见心不清净，一切众生徛舍是为菩萨四法，令各摩书。好、哦，咱即马来甲看下面这个解说，下中界圣道。哦，咱今仔修佛道，而这个大觉的佛法嘛，吼、哦，这个叫做圣道。啊，咱将来有哪要成佛，这个叫做圣道哈。道者通也哈，道者道也，道者通也，就是要通往大菩提。哦，但是呢，将下中界圣道会破坏咱的慧命的魔啦。就头前佮讲的这个。行佛障魔，这个十种的魔，这个呢，那是以菩萨行来讲啦哈，以菩萨行来讲哦，咱今日一行一行一定要破解，会记住哈，因为这个问题什么时阵要人心，有时阵病种苦种就出来，你要安怎样破解？无破解一个未使，那么要安怎样一直来克服？所以这本经典佛陀有指示书法的宝积经。哦、第一咯，即马来哈，要安怎样破解这四法？就是谈到讲的迄、那个哈，即马下面这段白话，救度众生的菩提心卖下哩，唔通讲我今发出来，明仔再袂记自己啊？袂使这安尼，一定要绝对坚持落去，较紧精进落了。这个心坚持，求佛甲你加持，互你这个菩提心稳固。会记真哈，如果有遇到种种的磨难呐，有哪会坚持到底？因为世间烦恼，注意无遐单纯呐。安听吼，什么人都有魔障哦，若无魔障，你嘛未成佛啦。我跟你讲真的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磨练吼，我讲你越坚强，听好无？想过单纯过的人，我跟你讲，你攀升到。所以咱要经得起考验，经得起磨练嘛，听吼，经得起考验，经得起磨练。啊，那是小我一个透风时啊吼，啊，你得吹吹得，我跟你讲，你也唔知咪啦，听好无？啊，那三两句话吼，人讲小我一个无解正常话，领导指数就松动，松动知影吼？就动摇啊！你要创啥？啊、哦，坚持到底哦，一定要注意这点，这是第一条啊。救度众生的菩提心唔通下哩，遇到各种的困难呢，你一定要坚持到底，安尼真紧过去。听吼、哦，第二，菩萨行是以慈悲为本，众生如果有如此的激动啦吼、哦，我你讲袂当无啦，你发挥开开的了吼，一个女众来问。啊，因囝就出来问，讲伊即马起欠啥，欠这个个蛋白质，医生讲去爱食草。啊，因囝讲师傅啊，阮老母安尼变怎？啊，若无性命爱拗出去啊，我做囝人不忍心嘛。啊，我唔知因囝是非歹意哦。我讲你咧，迄个个蛋白质的物件吼，你去食药品啦。啊，不然医生都交代一定要食嘛。咁面准病噶，总甲叫啦，讲拢恁这法师计害死人啊！甲叫呢，就叫出嚟，叫出嚟到外口，因为一定会遇到灾啦。啊，你变哪？你变含咪小妹呢？啊，无含咪妹个哈，总是不可以啦，所以要忍受嘛。好、哦，啊像如本法师咧，一个说法咧，中国咧一贯道的人，客家供养包一包晒家供养啦，你变安怎？你变好啊？变笑？只有种人民心安会使呢，因为迄张法会吼，拄我讲到一贯到迄个唔对的代志，人就去红包去用塑胶袋甲袋一包晒，啊个外口个个装后包包个，改成几万块安尼啊，哦，安尼个供养，透过一包晒，迄实在是无耻，家己要对着地个唔知影，啊只有人民心会使呢，所以进来点包讲，老师傅讲无耻的举动绝对袂使生威信呐。吼、哦，啊，未使计界就讲计离心，
最应该是说法的法师哦，以解救度众生，难免有这个冤亲债主哦。在家也好，剃度也好，一定有，袂当无。无遐好食困，把你讲真正哈。所以那么安尼变安怎？只有讲放一条路，看伊以后会参袂阁倒转来，袂安尼尔啦。只有安尼尔。吼、哦，除非这个人真恶极啦，真恶极的，亲像讲当初这个阁提婆达倒去害佛安尼吼，迄都无解决袂使一啦。所以这个菩萨行者哦，遇到这种的人绝对袂使生威险心，吼、哦。啊，过失极重哦！你也比如讲，你今日要做了，你过失极重，拢容易惹魔事。吼、哦，所以有可以讲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这一句话就去讲，自悲为本。那是有迄款无私的举动，唔通生畏恨心。畏恨心就是你去动了你的心啊嘛，绝对袂使受气。所以这个唔敢讲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嘛。这句话咱袂使无谨慎，这个问题。你的环境安怎变啊？你敢要受气呢？因为咱过去有无量的罪业的威吓啦，遐威吓内底，在人间内底，然后就是在亲族六亲关系，凡说是你的囝，是你的太太，是你的爸母啊，对不对？是你的朋友嘛，无一定啊。那么你要含伊安怎啊？注意，你只有甲当作磨练，因为拄好这个七点难题来甲你磨练哦。安尼，你的心就愈坚强，因为愈磨愈紧嘛。安听吼，无磨都袂紧，愈磨较会紧嘛。啊，若个无人甲你磨，你是安尼收袂起来。我咧讲真正，即马来第三哈，第三伫这个经内底是讲各自低见啦，吼，各自低见。这个各自低见就讲，譬如讲菩萨行者，皆行菩萨道的人哦，啊，无论是正法。也是讲邪法，一定要了了分辨，这个叫做正遍知嘛。哦，有无？这个佛的十号有正遍知。今仔日你来讲正法，哪对啊？哪无对？啊，这个邪妄法哪对哪无对？或者是这个佛法中有一个叫做不是佛法的佛法，这个叫做相思法，亲像。你嘛袂使即讲无了解呢，迄、那个亲像佛陀来犯吼，你甲当作佛陀，安尼就无对啊。所以进来点讲讲，正法邪法了了分明，才会当破解邪妄法，来教化一切安尼。那么若是安尼来甲讲，你一定要深入经藏嘛。但深入经藏，当然这是一种的低见，这是无唔对，因为即句话叫做各自低见。但是注意，咱也是会当讲真真正正正无先法咯、哦，所有的都拢开发起来，大千万亿的这个法门都拢完全知影。哦，这个当然是较殊胜。所以，那是咱今仔日阿个无彻底了解，阿未当各种诸法本空的这正无先法入面进行，你一定要深入经中。什么是佛法？什么是佛道的原始佛法？什么是根本的佛法？这一定要拢了了分明，所以今仔日咱如果啦，正邪不分啦，它的正法还是邪法，你分不清楚的话啦，吼、哦，那么你家己本身有那容易落地这个外道的邪见来得哩，本身哦，虽然是佛弟子的出家弟子，出家佛弟子，但是呢，你给说法度众生乱七八糟。你个想嘛？佛的慈悲，究竟的慈悲是啥物？未使讲用一点啊千宝，而这个世间法内底，这个众生主，佮当作是佛的大慈悲，未使安尼讲哈。那么今仔日呢，那是如果安尼是容易落在外道下根，将来佮再会受到魔界困扰啦。这点一定要注意哦。第四，菩萨行者无分别心，因为万亲平等。是怎样一定要万亲平等呢？注意，比如说今天若是要以现世来说，当然我们六亲观想为亲嘛，我们自己的父母啦，自己的亲戚，自己的母亲，自己的兄弟姐妹，差不多用这样当作亲，或是说自己的朋友当作亲嘛，
但是如果你那是执着者哦，你一定爱去注意一点哈，因为咱这个众生无量无边劫以来，拢有互为观想。今仔日含你无熟悉呢，真有可能过去做你的老母，做你的爸爸，做你的阿公阿妈，做你的兄弟姊妹，做你的母仔，做你的翁婿啊，哦，安尼对一个不是你的亲人。这个心地观经佛陀就讲安尼嘛，一切众生皆我父母啊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安尼哪会分别万千出来？应该无分别，是有的今生做你的观想，有的是前生做你的观想，有的是无量无边劫的进前做你的观想安尼尔。所以你若是要甲讲起来呢，应该是大家拢是你的亲呐、啊。做进来你们甲讲，未使去轻贱众生分别心，未使去。一定要万千平等，啊、哦！搁再一个问题哦，即马爱国注意一点，譬如讲对方是你，啊，你是对方安尼。当你看到对方伫个艰苦的中间，因为对方你甲当作对方是你，安尼话啦，是毋是你爱救伊？徛伫一个当顶的立场，你是毋是爱救伊？安尼闹迄个搁亲较疏。那你会当认定安尼话啦吼，差不多一体啊啦。这点爱注意这点代志哈，吼、哦。所以今日别绝对别使分别去牵连众生心，因为众生不论安怎下贱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安怎无耻，安怎笑。那么咱去讲下贱，譬如讲有种人是因为伊较无志气啦，啊，当然伊是较无遐尼啊，无骨气、无志气、无骨气安尼。啊，有的是去抄简业，这个是有无唔对，但这个过去业力来，这是真无法度的。哦，总是伊嘛是过去你的亲族啊，你的六亲眷属。你讲想讲，即卖迄个搁外国迄个搁同性恋较侪，什么原因？他的心理吼、哦、有问题，问题是从哪里来呢？迄、那个心理的问题对生理来嘛，啊，生理对对来，就是对伊业力来啊，听好无？迄、那个嘛是伊前生过去受迄个色情的威吓呢？那么你要讲啊，这种的人个轻视不对哦，无唔对。伊迄款的人就最近，这个美国个吼，事实讲足无正经的啦哈，有无？即马个示威嘛，四五日前个示威啊，迄真正个看个是真无正经，因为颠倒错乱去啊，阴阳颠倒嘛。但是你要个轻视嘛，不对啊。今仔日伊的心理会变安尼，伊的生理会变安尼吼，就是伊过去的业力，它变现这个业色中浮现出来。那么只有种怜悯心就好，安了解吼。咱台湾就一对查甫结婚啊嘛吼，有无？敢是有吼？一对查甫结，外国足济啊，像伊外国美国就二十几万人啊嘛，这嘛是真无法度的啦。今生伊真无法度，因为心理变啊，生理拢变啊。啊，就是业色变，迄就是过去色情的威吓。那无伊今生袂安尼，哦。那么牛痴妄白的人嘛是业力重，安怎样吼？有邪恶之见的人嘛是因缘无顺，所以今仔日开入到这个邪恶法入面，吼、哦。那么白黑的人就是伊妄白浅，对这个世间的思想真贪着。那么伊会贪着，咱过去阿未入法的时嘛，真贪着啊，敢是安尼？贪嗔痴一大堆问题嘛，足济嘛，咱阿未合法的进前，就是讲大家都有问题啦，是济甲少安尼尔啦。啊，咱若是当初有那原在，亲像咱即马要轻视别人，安尼来甲讲，咱哪有可能入法？咱有那何人甲咱摆出门外去，咱就无可能入来遮嘛。所以咱今日搁在摆渡别人、摆贴别人，安尼都咱本身个唔对。哦、所以这个一定总是爱怜悯啦。注意我也唔对啊，我即样嘛唔对，咱大家拢会唔对。但是入法的进前，甲入法的以后，你爱进化。唔过进化，咱必定阿个唔是圣人咯、啊，嘛阿个也唔对，是愈唔对是愈少就对，愈减轻。但我今日说法嘛，凡事也唔对啊，有阵语言出来唔对、啊。那么我毕竟我那是求咱佛陀，教我宽恕，教我赦免，安怎样吼？咱唔对，一定忏悔，忏悔佛陀就甲咱赦免。
总是咱的唔对，求佛陀下面，别人唔对，咱来再讲轻视先，当然那对。伫咧哈，无轻视的心，因为总是有的较先觉，有的后觉。吼、哦，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个个皆能成佛。所以咱绝对袂使有分别心来轻贱别人，总是爱怜悯。如果那会当破戒其妄白哦，吼、哦。将来个个皆能成佛嘛，毕竟成佛，含灵皆有佛性，众生皆能成佛，这是必然性的。哦，所以今来这四条，哈、哦，这四条头前者啦，哈、哦，就是讲，当不舍离菩提心，无住众生心，无挂碍各自之见，心不偏见一切众生，所以他叫一句讲徛下。这个就是菩萨术法，你若有这术法，你绝对会通过魔术就对，未去受魔给你干扰。吼、哦，这个是给讲安的。拄啊，亲像《法华经》内底有一位叫做上不轻菩萨，伊遇到众生拢讲安尼，我未轻视恁，因为恁白日啊，拢总拢会成佛安尼。所以我今麦去跟咱讲就真现实咯、哦，今仔日咱轻视别人。但是呢，你要注意一点代志，凡是一百日啊，你轻视迄个人，比你较早成佛。咱就当作佛陀最后一位比丘，八十几岁，大家较轻视，足侪人较轻视，年纪较济啊，啊，你较要来出家，是不是？我这个僧团通去食饭，伊听了伊接受忍耐，伊讲我是互恁看，人伊三年来证书过落来，什么人会使轻视什么人？迄个较轻视的人，煞颠倒慢；预防轻视的人，煞颠倒紧呢。就你反头客，互人认为讲上无智慧的啦，因为两句既然第三单记袂开啊。吼、哦，修口立意，心莫烦，如是行者的道是安尼，读三年读袂记啦。到尾因海兄哥啦，这罗汉精才拢要甲赶出来嘛。不得干那教，该教教两日，叫念扫帚安尼尔。啊，甲伫道场整理，人伊三年证书过。什么人有法力？什么人遐紧？所以真内底唔敢讲，上不轻菩萨讲，恁拢会受苦，所以我唔敢轻视你。所以这点啊，大家咱互相鼓励哈。任何一个众生都未使轻视，任何一个动物畜生你都未使攻击，因为伊将来反正比你较早成佛，啊，伊的道理也无得讲。安了解哈？所以用这四法啦哈，这四种法，那会当集中。必定会当破解魔难呐！哦，即头前即种，这是《宝积经》内底。搁再来，维摩诘大师所开导这魔路啊，伊是他化自在天，天魔，他化自在天魔王的面相，因更加爱去掉摩天的装备嘛。因就是因为过去修炼唔对，他走对摩天去哩。哦，啊，那么去摩天的因是过一定的白啊。咱伫世间内底，你无入法，还阁袂要紧啦。你若入魔幻吼，你要阁倒惊倒退吼，哇！我咧讲加足困难。是咧在顶是虾米货呢？比如讲修行修唔到，等于比如讲你对中港路这个高速公路，到你都爬起嚟啦。啊，你南北无分咧，啊，你应该是要去嫁人，你直接冲就冲到高雄的高雄港口遐咧。安尼变怎？你想看卖啊？即个在因为你修行修唔到，一份到冲到。你都要去嫁人，啊，就甲冲去到遐。台湾头你唔行，甲行去台湾，不你目睭开开就入了龙，吼、哦。人个路边有指示牌，你都无要看，直直驶，直直驶安尼，驶到到遐，哎呀，我行唔着咯，唔着咯，你搁行倒退倒，安尼就对。去摩天，你要搁行倒退，爱搁加过来，加过来，阿前几点嘛？安听吼、哦，迄原来就是安尼，所以。伊伫摩天内底呢，一定要去掉入摩天的这个装备哦。迄、那个装备要搁去掉嘛，无遐简单啦。所以这《楞严经》观那有哪有讲安尼啦吼？这点搁再注意一下啦。这我有讲过啊，不断音乐，必入魔道，上品魔王，中品魔民，下品魔女。今仔日修行学佛的人，你有真强，你有定力真强，还是讲你真高？哦。唔过呢，你无懂音乐哦，哈、哦，将来就走对迄个世界去哩啊！爱就注意，这个是佛陀家，这个阿难尊者讲出来哈、啊。那么来下面这段讲，藕断诸烦恼，
搞当作呢，因为这个烦恼，一中门叫做黑，也叫做无明啦哈，也叫做所以这个烦恼的黑，有一个叫做离黑，有一个叫做树黑。但是众生因为不执，啊，甲这个人间世故的一个执着，所以引起贪嗔痴的迷惑啦。那么这个就叫做树黑啊哈，这个叫做烦恼，啊。那么呢，所以引起的这个恼乱心神未当得到安宁，安怎样？因为是非得失的心，心执着的关系，所以心神未安宁啦。比如讲，今仔日事业去做，那是顺顺就真欢喜，啊，那无顺伊就搁艰苦，这个叫做烦恼嘛，吼。那么来哦，有心耳空轻，听到人家讲啥讲啥，啊，就心内就搁烦恼，讲好话就欢喜。该讲就是讲无好的话就烦恼，安尼就是无安宁。所以这个外境来扰乱着伊的心神，吼、哦，心神未定，一定会障碍圣道的进修哦。爱注意啊，唔当两句话，迄、那个假象的对吼、哦，世间的一个假象，那么你的心就松动了，一个真哈。有团体一定有是非，有家庭一定有是非，这是必然的啦。但是人世间一句话去讲，你得爱老神在在啦。这句话捌听到吧？哈，你若会当了解迄个话吼，迄个话无助无常，听无？讲的音声过去啊啦，迄个人，迄个讲你的人是犯人啦。幻想的人，你一条会要创啥？对不对呢？唔免讲，因为伊甲你干扰两句啊，你就感觉去噗噗跳，免安尼。未使讲无，不经其考验啦吼。安尼你摆起来，要去做牛的工课更加多啊，迄个摆的代志要人生那个较侪，三两句话就引起安尼未使见。所以呢，行者非断不可啦，烦恼无断未使止咯，所以讲。爱真欢喜来断除烦恼啊！哈，即卖下面即句叫做“熬净佛国土”，什么叫做佛国土？哈、哦，即、这个咱即卖来了解一下。那么这佛国土呢，另外一个名净土、净国，为佛所大的国土啊！那么这佛陀伊所化的领土，化哈，即卖这个是化哈。经论中是有讲安尼啦，有二土、三土、四土的分别，啊。那么咱就根据《天台宗地下大师》一分出来，又入四种的佛土。第一叫做梵性动机土，这个梵性动机土也阁分作两行，第一叫做畏土，比如咱今日这个娑婆世界，这个叫做畏土，对不对？畏土就讲。有这个垃圾啦、啊、人心污浊啦、粪扫啦，什么社会黑暗，而且代志是是非非，那么这个叫做三宝啦，干扰。不过呢，人佛陀实现伫咱这个世界啊，哦，伫实现咱这个世界有八十年，那么这个叫做啥？反省动机土安尼，安了解吼、哦？佛陀能实现伫人间呐，干咱救啊，哈、哦。那么第二。畏土相对的，就叫做净土嘛，哈。净甲畏是相对哦。不过这个净土，就是什么货？就是摄众生的净土。摄众生哦，哈，摄受众生来个教育众生。算起来吼，社会是畏土了哈。我今麦去讲，咱这道场进到净土，进哦，听好不？这个时阵净土，安怎净土？起码咱大家一心，拢自己彻底要了解佛法。咱无杂念，所以这段时间净土，你的心即嘛净土，净心嘛清净心嘛。你今仔日若是搁伫这所在，坐伫这，人搁想对别个，安尼都无对啊。你伫这个上无两点钟的时间，你是一个净心，所以这个时阵，咱这个世界是净土，安听吼？但是即嘛较长的净土，较长的净土就是啥呢？迄、那个佛陀化出来迄个立众生土。这个有那现实是立众生土，这个哈。那么迄个较长的时间，比如讲倒数多天，560万年，拢种伫
佛陀的世界，迄、那个世界四千年，都560,000年人间。那么迄个所在，就是倒数轮叫做净土，因为迄个时阵，这段时间就对，都要给摄受众生伫迄个所在去教为适合，就是如客殊地论。这段时间，迄、那个所在叫做倒数净土，内伊就倒数净土，外伊就唔是啊哈，外伊是福报世界哦，哈、哦。那么今仔日这个西方净土有哪是？迄、那个有的人是甲看作大乘土，有的是甲讲五乘土。但是应该是大乘土较对，不过伊大乘土呢，按照阿弥陀经是摄受，心内底是菩萨，啊，甲无量的这个罗汉，但是一定爱有发啥发这个大乘心的罗汉开当入面，无发大乘心的人袂当入面，这是真正的哈。所以来这个人间的这个个净土内底人，也是讲倒数类于这个欲界哈，有人天，有凡夫，有声闻，有缘觉安尼，那么这个叫做净土。倒数落去的今仔日就叫做净土哈、哦。那么来第二啦，因为头前迄句就讲凡性动机土内底有分一个位土甲净土。第二就是方便有余土，这个方便有余土就是已经断掉见思而行，见迄甲思迄啦哈，已经出离三界，这个二性圣人所生的所在，这个就是色界的五不还天啦，哈、哦。不过要注意哦，苏德环、甲苏德含、甲阿那含，伊苏血也未尽哦，伊未当生去方便有依托安尼。哈、哦，但是咧环境有讲安尼哦，这个方便有依托，这个圣人，伊伫迄个世界内底安尼真啥货呢？真无聊啦，都无代志做嘛，也未轮回，也无安怎，也无是非啊。所以有的人经过80,000劫，有的经过60,000劫，有的经过40,000劫。有的经过20,000劫、10,000劫了，因为伊看到菩萨计无用，安怎样？看到菩萨拢出生入死啊，但是伊心内艰苦，为什么偏偏修行？咱安尼来，伊安尼，所以有的经过10,000劫，感觉无聊，伊就开始搁发大心，这是咧环境讲的，搁再发菩提心啦吼。所以咱不如即马伫这个世间内底开始发菩提心安尼。那么发菩提心，咱就惊对了，对不对？咱赶紧求生，以这个方便道求生倒数轮圆。求生倒数轮圆了，未来看看弥勒菩萨本尊内底，他来按照伊未来脚步来去进修。我那发菩提，因为一定会证无生法嘛，证无生法入了，你就免搁惊搁再对了，一定退转。无生法入就见到为了这个欢喜地、初地啊，现在修得较未遐艰苦修啊。那是即马伫三贤位吼，你单操一格，安尼来出生入死哦，凡事是较容易变化。所以咱之前都讲到迄、那个，虚数暗罗花嘛吼，菩即、這个发心的菩萨有三项代志真济，所以较会退堆，就是心口与三脚较好做，所以较容易退堆。但是咱今日以即个个菩提道的方便道，今日倒数落去，将来伫即个人间。实现富量化三昧了，见到无生法印，这个叫做见道位，安尼来就较不要紧啦。啊，在罗汉伊就是首先先惊，惊讲因为伊会搁对了，所以先修这个罗汉道。罗汉道伊去哩到这个方便有依托了后，有诶经过10,000劫，10,000劫是偌久呢？就是等于咱这个地球10,000粒派去，20,000劫是20,000粒派去，爱伫咧所在都无输，哦。有些人一直无思想新鲜，按照安静安静个过咧，都阿免轮回。不过有那真无聊啦，听吼真无聊。所以因经过10,000劫，然后20,000劫了，因搁再重新发菩提心。这是这个是方便有依托的，而这个个罗汉将啊，数罗汉将哈，数个罗汉将。那么第三就是十宝无障碍土，第三哈。那么这个是什么？就是菩萨。甘的圣宝所记的世界，这个就是啥呢？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他修用土。他修用土就是佛陀甲菩萨斗建设的，啊，斗建设的，建设了是要创啥？就是要让伊伫迄个世界吼，佛陀甲伫迄个环境内底，搁再重新教育再菩萨。重新教，先那卡会去教菩萨，因为菩萨还搁一地一地爱搁去哩的。
一代一代还佫直直提升，所以伫即个啥呢？十宝无障碍土内底，就是无其他障碍，只有伊会当伫迄个世界听佛陀在说法，提升个人的境界。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就是伊所讲的啦。安怎讲呢？比如讲，今日你若无即个，我正甲恁讲一个真实在哦。即、这个所在是短暂的净土是无唔对，但你若无迄个好因缘哦，你袂当住只住一条。你要记这点。我跟你讲，你三两礼拜你就喷进去了，我无骗你，因缘袂固着啊。这个在亲像啥呢？这个菩萨的伊的因缘，那是到初地就到初地，而这个他修用土，二地就二地他修用土。啊、哦，这个等于你讲哪无好因缘，我跟你讲，有的人已经含咱对教育开始隔五六冬啊嘛，隔只那个地咧啊。啊，有的来是两礼拜、三礼拜就喷进去啊，唔肯修啊。迄、那个得看你福报哦，这个是真正，虽然是一个道场，实在是有那是净土，因大家拢会落实了嘛，好好去听经闻法啦，哈、哦，所以这个个十宝无障碍土，这个是菩萨哈、啊，菩萨呢，所以真难点讲这个凡夫无凡夫甲无二性哦，因为伊有菩萨的十宝嘛，哦，所以它叫做。十宝无障碍土安，也无凡夫，也无二乘的圣人。那么第四叫做相即公土，这个相就是发心的意思哈，即就是解脱，公就是法界。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成就发心的解脱的跟法界的三项。发心的，那么这三的具足，这个就是佛尊的意思。佛尊伊所在的世界。这个叫做如来，诸佛如来所寄托、所住的世界，所以名叫做相即公土。啊、哦，相就是发心，那么这个即就是解脱，根就是法界，已经无上正定正觉。所以这本经，咱头前迄个佛国品哈，佛陀为宝劫开始十七种的菩提行来圆满。所以这个边呢，有时候我们对直心、亲心、加这个智心，哈、哦，这三项哦，来净、来清净，安尼就是啥？佛净土安尼，佛的净土，哦。所以咱今日来这个环境内底，共同来研究这本《维摩诘经》，咱重要有哪要达到这种的目标安尼，哦，达到这个相即公土。含祝福世尊同迄个世界环境里，啊，所以咱今仔应该要努力修行，以致重视清净甲净土甲现出来，因为如来体现现，会去真哈，就差不多这个环境就要出来啊，啊，如来体现现，就差不多先有这个水准达到十宝无障碍土，听吼。先买了，较慢慢福德具足，成就佛道到无上正等正觉，安尼就是达到相即公土。这个是咱未来的目标，所以今仔日一定要安尼好好修行。那么来下面这句话叫做“熬成就上好果，修诸功德”。这个上好，而这个上好，咱先买来甲咱说明，因为佛有两种的报，因为佛伊是比地相温嘛。比地相温的当然，伊将来有一个依报甲正报安尼。咱众生有那业报内底有那依报甲正报哦，咱有那有哈。咱即马现实的，咱这个身躯都是正报，吼、哦、业报正报啦。但是咱大的环境就是业报上的依报安尼。所以咱个人的身体健康无同，听话，因这是咱的报。啊，了解无？男女两相。这是咱的报，那么咱人的五官、五脏、面型的五官嘛，五脏是内脏，就是心肝脾心，这个个人的报无同。有的人这脏较健康，有的人这脏无健康，有的人五脏拢真健康，有的人外相真好看，有的人无介好看，这是咱自身的正报。搁在医报就是咱的惯相，有的惯相真圆满，有的惯相真无顺。有的翁某真够冤家，有的翁某真好好，有的爸囝母囝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个
大家亲情真顺，兄弟也真顺，有诶冤家娘济，两句话当时也着拍，啊着冤家，兄弟啊两句话着冤家，拜拜，有安尼无？迄就是咱个人诶依报，还是虾米原因？迄是为何吗？过去结缘毋该安尼，吼、哦，这是个人诶环境，有诶人财产真济，有诶人一年当有时阵搬两三遍厝。会袂理性，有安尼啊？大大人要甲赶，讲你无甲纳注税，要甲你赶，无开袂使。咱着甲你契约，三个月你无甲纳大金，你着爱搬开。搬开为甚物？有个人着安尼，无法度啊。哦，人讲厝着结老，啊，着天天那个规日拢落大雨。你甲看，你甲看，即马足济人拄啊欠钱，欠甲买一间厝，系、哎、啊，去买着迄个啥？有中山的，遐做啥物货啊？迄个夹山的啊！即个政府要拆啊！你要哭无目屎咧！我欠一肚钱，安尼拄啊买来买厝，系啊，买到即个夹山屋。即摆是台北市想要拆嘛，吼！啊，你甲看，一世人落来一间厝，拄啊买来，拄啊要拆。哎，较衰是拆去啊啦，吼，有无？已经有拆去啊，较衰遐啊！啥物原因？注意，迄个过去迫害人的建筑啦。听无，今仔开安尼啦，所以这个就医保心歹嘛。医保歹就是包括亲情啊，甲伊动善不动善之类啦。迄、那个叫做五俗，你所有的负债在拢总无顺，这个叫做医保，医保无好。但是五俗那是拢有顺，这个就是医保真好嘛。所以拢唔免怨叹咯，我甲你讲，爱彻底去忏悔，家己去修修改家己。哦、但是佛尊来的伊也是有依报有正报啊。哦，依报的佛尊的接光净土嘛，坦白去讲，迄个接光净土就是佛尊的接光土。但佛尊的接光土伫第二只，我咧讲骗虚空法界，无一个所在唔是伊的接光世界。你了解吼、哦？像那讲无一个所在唔是伊的接光世界呢？咱即摆来了解，佛陀是现伫人间，迄、那个印度的所在拢装牛屎，装垃圾物件。但是呢，有一天处理了倒回来，在佛地主大家拢脚触到全牛屎啦，落公埋土。伊即马一个来，地主来揢面桶，要来甲佛陀洗脚哦。一个这三支立起来，佛陀的脚内底连到一点仔垃圾都无。伊讲是安怎开安尼？阮规身躯拢咱烂土，有诶无一大堆佛陀恁来安尼？伊讲我的世界和恁的世界无同，虽然我今实现是安尼。含恁共这个身躯啊，不过我今所享受唔是这种的环境，我享受是另外一种的环境啊。吼、哦，拄啊亲像这个舍利弗啊，含台湾天龙去烧钱啊，这个所在台湾天龙讲净土，舍利弗讲秽土。吼、哦，所以台湾天龙就讲，你去讲秽土是因为你的心无病的关系嘛。在中间佛陀甲对正觉呢，当一个，这改成踢过未？踢过嘛吼。当一个人整个变作莲花国出来，所以佛陀的相接光土是遍虚空法界。当佛陀吼、哦，在这个世界内底，安尼累到就变作莲花国。所以任何一个所在，拢总是相接光土。安怎吼？这个就是佛陀的依报土，吼、哦，无同哦。那么佛陀的正报，咱再来讲佛陀的正报，就是佛尊的庄严功德心。所以呢，经论中有讲到一心、二心、三心、四心、五心、六心、十心，拢有讲到这。所以，伊的上好的中间，就是伊这个外上真庄严功德的报身佛，报身佛的庄严上有三十二相，有八十种的好。所以佛的正报甲依报两种报，环境是遍虚空法界，拢总是伊的即空世界，哈、哦。那么伊的身躯就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甲无量功德相，安尼知影吼？所以佛的正义两报，正报甲依报，就是伊佛尊本身伊家己讲，讲伊修三大阿僧祇劫安尼，吼、哦，伊用到这个万行，就是万善的意思啦哈。伊这个业因功德所成就的，所以今日咱无修，要成佛是不可能的，听无？不就是以万行万德功德圆满咯？重点就是啥？是菩萨因地来得令，不断以六波罗蜜行啦，不断咯、哦。
袂使想讲啊，我修修的啊，我大家想讲要休困一阵嘛，我袂使安尼真哈，安尼实在是都无水准啊！不断的利乐众生，安尼才当成就正报的这个殊胜心呐、啊、哈！你讲想讲阿弥陀佛的这个，而且个八百吼，跟五个须弥山嘛哈。有无？伊迄个个金尊就是安尼啊，你讲是安尼偌大？迄是伊表现一个报心上量，无应该迄个报心含发心哦，应该变大，因为报心就是发心所留心呐、啊，应该是变大。有那原来骗虚空法界，这是简单一个描述尔啦哈。所以这个唔敢讲，迄、那个利乐众生安尼会当成就正报的这个殊胜心，以及依报的庄严土安尼，啊。所以唔可以讲一定爱熬成就相吼，伊爱去努力哦，成就这个外相，啊、哦，啊一定爱修足功德，因为这是自然的正报啦。但是你还未成就这个新殊胜的这个三十二相加八十种好见证，你有去净化，你那内心有去净化吼。这个戒道戒相啦，哈，定道定相，这必然的嘛。非道非相，你甲看一寡法师给说完咯，你拢会当甲看。迄、那个德行吼，有德行甲无德行吼，个人的相形也无同。应该恁在比较拢看有。因为伊的内心愈清净，愈有戒道，迄个戒相出来。因为这个就是直直要圆满三十二相，三十二庄严相。啊，所以阿弥成就到最完整的境界啊，伊戒脑具足，迄个戒相就出现。伊个定脑出来，迄个定相就出来。内心若定相有出来，定有出来哦，定相就出来。伊脑智慧就智慧相。所以这个戒定慧直直圆满，那么这个相。就直直接近到这个三十二相安尼出来，这必定的哦。因为恁会当比较，甲看到知影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咱唔是计相命啦，但是你甲你贴在那个，因为咱人内心愈清净，那么这个外相愈殊胜，外相愈殊胜是要度众生愈好度。了解？你甲想讲相命去看呢？福有福相嘛，贫有贫的相，这是必然的嘛；贱有贱相，这是必然的。所以这个是由内心出来哈，为内心出来。所以今仔日呢，夜家在魔路公安的吼，当然是要改促进，赶紧修起来，爱落实落去修哈。无迄个魔路嘛，魔路的相啊，听好无？魔路的相那真水哦，但是水甲庄严相是无同哈，因为娇艳啊，甲这个庄严是两回事。女人有种娇艳相，有种内在美德的相，你来知影无同。娇艳的相，另外娇艳的相，吼、哦，内在美德有内在美德的相，所以人愈清净，愈人啊愈清净，这个外相愈殊胜，诶，必定的哈，迄、啊、不是无啊，还是内在出来，最重要是迄个内在美德了哈、哦。那么下面这句傲庄严道场，因为咱头前段的经文，这个大师，就是这个个维摩诘大师有甲。庄严同住讲过嘛，讲世说道场，什么叫做道场？有讲真济嘛，哈。所以这个法义已经讲过，种文法的道场，啊，甲地法义嘛道场，诸多嘛是道场，道他嘛是道场，就是一切行持，啊，甲这个佛道的完成哦，即马开始进修，开始进修，我前日简单有甲人讲过，先断这个三，这个三业哈，先断哦。那无成等者，但是你要入到这十信位，无可能哈。啊，会记真哈，杀道用这三个成段。来呢，较那一念严经讲，这三个那当入去就是天会地，天会地要来修十信，十信位就较好修啊，就直直提升起来啊。哈，所以唔该，诸多道他一切行持啊，依事福德完成，拢总是道场啦。迄头前拄讲过呢哈。所以这个大师所讲的道场是具足无上正定正觉的修持哦，爱注意这点嘛、哦、吼。所以这环境二十七卡讲安尼啦，吼、哦，讲两种的庄严，第一就是智慧，第二就是福德啦。这两项共修，
但是有智慧的人绝对有福德。是安怎讲呢？即句话吼，即、这个智慧，即张伫先前拄仔讲过呢。智慧甲慈悲同体啦，会记住咯。智慧甲慈悲同体哦，是因为法义的分别的关系，法义的分别就是信众弟子无安尼解分开袂使，因为这智慧唔是干那净空理尔，唔是安尼。有智慧的人绝对有慈悲心，会度众生。不是亲像阿罗汉迄个水准哦，阿罗汉迄个水准伊是有健康，但是无达到平等性，是一种观照落实，所以阿罗汉无度众生。迄、那个就是智慧无达到具足，因为这个智慧和慈悲吼共迄个物件，按了解哈，共迄个物件哦。所以这个是不得已才分开一个智慧甲一个福德，是智慧若具足，一定断掉了这个烦恼。福德故就一定要度一切众生，所以这两项叫做彼此相温嘛哈。所以来当断诸烦恼者诸多，搁再来以诸多之心度他，哦啊诸多度他，啊诸觉觉他，觉性达到圆满。所以今仔日若有智慧诸多，迄、那个是差不多阿罗汉。啊、哦！啊，那是讲想讲，我今仔日未使干，想讲我家己自度就好。那么你要去度一切众生，那么这个就是福德啊。所以安尼较有可能成就未来叫做福慧具足的两足尊，哦，这个较叫做福德嘛。所以这句无上正定正觉，有正觉的人是阿罗汉的水准，有正定兼正觉是菩萨。但是达到无相，就是福德，所以福德叫做无相正定正觉。安怎样？有正觉，凡夫无觉，所以凡夫轮回。那么凡夫有六道的凡夫嘛，吼、哦，这个叫做有劳。那么那是真正有解脱咯，这个叫做正觉。凡夫是不知不觉，佮做个了不知不觉，但是自性破我，吼、哦。无破法，所以接着家己要接着家己圆满。不过呢，菩萨以智慧甲慈悲两项落实，所以菩萨有正定的心。那么来直直，这个个智慧兼福德两项直直修直直做，将来成就佛道了，它叫做无上安尼，它叫做无上正定正觉。所以佛道正报庄严。啊，甲依佛的国土嘛真庄严，啊，所以这个叫做傲庄严道场。这个是人间的道场，这个是无特别甲讲庄严，实在是比世间的迄个外口，你嘛讲用布置甲看是无介水，这是无唔对。但是因为看这个心，看今日伫这个所在，咱个人的心就对，哈、啊，唔是讲今日我得来去整好安尼真水，真安怎样？这个不是这样看，看我们这个精神不是看外境，看精神不是看外境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到庄严道场，未来清净国土，就是说弥勒的世界会来会流离菩提，注意就是我们现在开始修到庄严出来，知道吗？不是完全靠弥勒菩萨的这个叫福德，是我们现在开始进修帮忙这个国土给它清净，这样完满的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完满出来了，那个未来的这个净土的世界，我们较有资格去享受，若无你无资格，很了解。因为现在到庄严就是要将来龙华三昧这个人间的环境变化出来，啊，若无要到庄严的人，将来那个国土你袂当入去，这必定嘛。那像人好嘅人起一间厝要给咱住，咱都本来就一个烂烂笨蛋，搁烂烂，你哪有法度去徛迄个世界？徛迄个人的别庄，三两日嘛，互你舞舞派，对不对？你都笨蛋，连厝内粪扫都唔清，唔平啊，窗啊都唔洗，唔整理，那么连咩道理舞派？所以无资格去徛人特殊的所在。
所以今仔日一定要福德两项，智慧两项。智慧准备固着，啊，即马一定要建立福德。把日啊，迄个未来两岸三宝变现出，这人间净土，咱就一定入去。好，好，弥勒尊好，好。